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38页，438页，倒数第五行。今天是中国农历蛇年元旦啊，我们听到外面一片恭喜的声音啊，祝福大家新年吉祥如意啊，在这一年当中福慧增长啊，特别重要的啊，是我们要响应，要拥护中央好的政策。主席提出来的精简节约，这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啊，我们更应该要学习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啊，认真努力把这五条做到啊，温厚善良恭敬借钱忍让啊，我们相信国家很快就能恢复正常啊，这种乱象啊会会消失啊，中国人会领导全世界化解冲突，走向安定和谐。我相信这个经学之年很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啊，谢谢大家啊，我们一同努力啊，跟着习主席走，谢谢大家。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说以上八大地狱之外，还有八寒冰狱，依次横列。前面八热地狱是竖的，啊，一层往下面一层去，越往下面去越苦。这说明这个世界有，极乐世界没有。那么地狱不但是地狱，一切法都是人心变出来的，实际上没这些东西，虽然变出来也不是真的啊，所以真的是永恒不变，假的是刹那刹那都在改变。如果我们不善的心行没有了，这地狱立刻就消失了啊，就像一场梦一样，梦醒了什么也不见了啊，人生确实是一场梦，不必过分计较，希望大家都做美梦，不要做噩梦。这是一切诸佛菩萨之心愿啊！佛爷就是因为这桩事情出现于世，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苦，你看
也有纵横，啊，这一边呢叫横的。第一个，阿波陀，阿波陀啊，这是梵语，翻成中国是炮，意思是炮，严寒必生，体上生炮，我们中国人叫冻疮。啊，小时候我们住在华中，冬天下大雪，生冻疮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啊，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啊，我们小时候生过冻疮。那么地狱里头，这个冻疮就可想而知，那不是一个两个，是遍体的。啊，这个痛苦，我们能想象得到。第二呢，是尼次不陀，这都是梵语，翻成中国也是极寒。啊，好像我们在信息当中听说，今年气候反常，全世界南北靠近南北极都有极寒的现象，啊，零下40几度，啊，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而且时间很长，啊，我们相信有伤亡众生，啊，没有看到详细报道。那么体分破裂，这个冻疮裂开，这非常痛苦的事情。第三个喉罗罗，这是印度话，含鼻而自口中所发这种震动的声音，啊，第四个阿婆婆，第五个胡婆婆，意思跟前面都差不多，但是一个比一个严重。啊，那么这三个，喉罗罗是最轻的，阿婆婆是比较重，胡婆婆是最严重。啊，这个都是痛苦的声音，非常凄惨。第六个闻波罗，啊，意思是青莲花，这就是冻疮爆发之后，看那个样子就像莲花一样，它裂开了。啊，这比前面胡婆婆还要严重。啊，这从形象上说的。严寒逼迫，身分裂开了，冻的这个地方裂开了，啊，像青莲花一样。啊，波特摩是红莲花，一种是青色的，一种是红色的，都是在极冷之下产生的现象。第八个是摩诃波陀罗，这大红莲花，通通都是形容人身体冻裂的状况。啊，到大红莲花的时候，那就是惨不忍睹了，都不忍心看到了，啊，也不忍心提到。那么上面讲的这个16种语，八寒八热，这是根本地狱。啊，下面还有根本地狱，它还有旁边，啊，苦难比它稍微好一点、轻一点的，
叫禁边地狱，另外还有孤独地狱，有这么多种，禁边是临近的，这个造作的罪也轻一点，受苦也比较轻，没那么严重，孤独地狱。或是在海边，或是在这个峡谷，也就是没有人烟的地方。这个在地狱里头，虽然没有很多的这个严重的痛苦，就好像被禁闭。关在牢里头一样，与外面境界不能够去畅通，孤孤单单，在这个里头受报，如果觉悟了，真正能够反省认错、忏悔，他就能离开地狱，再回到人间。这是忏悔功夫最得力的。次一等的，他到恶鬼道，到畜生道，在恶鬼畜生里头。业报消尽了，才能再回到人道。那么这些人回到人道，他在地狱时间长，三恶道的时间都长，带着恶道的习气，在人道里的很容易造业。造不善的很容易，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经文里描绘的这些人好不容易离开地狱，可是没多久他又回去了这些阎罗鬼王看到了都摇头出去你就别再回来呀。怎么出去没多久又回来了？悉然造业，又得回去再受。这样子反反复复，不知道到哪一劫，他才真的回头了。回到人间来的时候，还能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都是事实所以人古人教导我们，教我们学吃亏，学忍让连孔老夫子五德里头有让，说明孔夫子一生不跟人争你争我就让，你进我就退，处处让人。让吃不吃亏呢？不吃亏。你看孔夫子变成圣人，千秋万世受到人尊敬，那这是果报啊，这是我们看到的。2500年到现在，提起孔子，谁不尊敬？谁不敬仰？这就吃亏是福啊！如果夫子不肯吃亏，不肯让，处处给人争，
谁知道有孔子啊？没人知道了。啊，你看这一比较就是让是正确的，吃亏真的是福啊。啊，悟人谚语有所谓呀，悟人自有悟人魔他，折磨他。啊，我们何必跟着争呢？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我们要守住。第二呢，是十六啊有增地狱啊，有16个种类，八大地狱中。每一大狱皆有四门，每一门外呀、复增四狱。这个大地狱有四个门，像城门一样，在地狱门。每一个门外呢，都有复增的四个小地狱。这个小地狱很难过，第一个是唐威地狱，唐威是月回。我们参考资料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烤山芋，就是芋头，放在什么地方烤呢？放在灰里面，又烧灶，煮饭完了之后，灰还是热的，把芋头放在灰底下。大概一两个小时就熟了，熟透了，非常好吃那就是唐威。那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要放在那个里面去烤，几个小时也烤熟了，那个多难过我们想一想呢，那最不好受这一种的地狱，就比诸有情。处求这些彼是地狱里的众生他出了地狱，想找个地方休息，走到这个地方，一下坐吃之时，皮肉积血，病皆消烂，举足还生此次唐威无间的既有死尸粪坑，这是第一个。你看到外面没事，你脚一踏下去，下面是火。这人马上就被烧死了。可是烧死，地狱里头很奇怪。地狱的阴风一吹，他又活了。活了再踏下去，又受这个罪，也是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我们看到唐太宗那个光碟，他自己说了，他从无间地狱出来。人家问他无间地狱怎么个苦法，
他说别提了，不能提，提了心有余悸，他说太苦了。啊，听说佛经上讲，一日之夜，万死万生，是不是真的？真的，一点不错。啊，死了风一吹，马上活过来，活过来再说，一分一秒都不休息。啊，这样子折磨你。啊，地狱我们知道不是真的，怎么来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不仅是地狱，整个六道是善不善业混杂变现出来的，为善无恶，那就是四生法界。合起来叫十法界，啊，六道之外有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些是清净善业变现出来的。啊，六道里面决定是恶多善少，所以在卧道里，在六道里头啊，也肯定是苦多乐少啊。我们在人间已经看出了，啊，实际上是六道轮回。人只要不出六道，决定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人道，寿长的不过百年呢。可是要堕到卧道啊，那寿命不是百年呢，论劫算。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在祈书九国多云，佛在那边讲经，那边有工程在建筑，啊，这是九国多长者提供的园林精舍，啊，请佛在那里讲经教学，啊，当年他有工程，我们想想，一定是给出家人建的小房子，啊，看到地上有一窝蚂蚁，佛就笑起来。啊，弟身边的弟子向佛请教，佛看蚂蚁为什么笑他？佛就说了，这些蚂蚁从堕到蚂蚁身到现在，七尊佛出世了，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那我们假定，一尊佛要修三个阿僧祇劫。那七尊佛的时候，就三七二十一个阿僧祇劫，啊，这是最普遍的一个看法。啊，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他还没有立蚂蚁身，不是受蚂蚁寿命有这么长，不是的，他愚痴，他死了以后又到这个蚂蚁头上投胎。还是蚂蚁身啊，死了又投蚂蚁胎，生生世世他只知道这么一桩事情，他不晓得还有别的，他不知道。愚痴，越小的动物就越愚痴，
啊，安顿。啊，所以佛看到笑他，也是警惕大众啊。一定要断贪嗔痴啊！贪心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啊！愚痴是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事实真相谁能讲清楚？只有大乘佛法讲清楚讲明白了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会发现我要离开六道轮回才会懂这个念头啊，没搞清楚，这个念头想不出来呀。哪个人不贪念六道呢？不贪念现实呢？啊，有贪念的心，就有行为，啊，身口的造作，业就成就了。业牵引你在六道，舍身受身，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啊，我们这一生要不是遇到佛法，还不是一样吗？真正叫醉生梦死。啊，遇到佛法，搞清楚，搞明白，感恩的心生起来了。佛菩萨对我大恩大德了，这个恩德超过父母，父母对我们是一生的恩德了，佛菩萨对我们是永恒的恩德，生生世世。照顾不舍，啊，很有耐心在等着你回头，啊，肯回头，这就有帮助。这个帮助就是你遇到很多殊胜的缘分，啊，众生有灾难。我们有善心，有大善心，就可以把这个灾难、这个化解灾难的这个缘呢，提前。啊，提前众生就少受罪呀。啊，化解不容易。啊，但是提前延后啊，这个是有点。该延后的时候延后，该提前的时候提前，啊，缘成熟了提前。为什么？有人肯接受了。为什么前面人不提前呢？前面缘不成熟。啊，你要提前想这么做，反对的人很多，阻碍很多。啊，现在这样做了。哎，人欢喜，人赞叹，那这个就是缘成熟了。啊，不是说哪个人该做，哪个人疏忽，不是的。法门是平等的，每个人时间因缘不相同，啊，我那个时候。
啊，学佛、出家、弘法的时候，啊，圆成熟了，啊，有一批同学，是我们大专佛学讲座的学生们，啊，我认识这些人，总有两三千人。啊，他们都听过我的课，对我都了解。以后在外国留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当地国家服务。不少呢，落地生根了。啊，莲芳老师的三个儿子，在美国都落地生根。啊，我问他们，他美国住多少年了？62年了，一辈子。啊，我想请他回来的时候，话我都不好开口。啊，60多年，这些习惯，回来住不惯，人地生疏了。虽然是祖国，人地生疏。啊，那么这些人请我去讲解，所以法缘遍布全世界，怎么来的呀？啊，今天人有没有这个缘分呢？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你的学生再多，没有那个人情味了，人家什么？你不请你，你缘就没有了。我还有那么多，至少有几十个人很热心地请我，啊，给我买飞机票，供养旅费。我知道他们在外国生活很辛苦，不敢要钱。啊，除了交通费用，到那边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其他的我一分钱都不要。几十年这样过来了，现在你们要想遇到我那个缘也遇不到了。啊，真是古人所说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一样啊，每个人都不相同啊。啊，要不了解当时实际状况，啊，你怎么想想不通？啊，你怎么样去猜猜不到？啊，这个缘千变万化。啊，读历史，只是汲取最重要的教训，啊，准备将来我们遭遇跟这个同样近似的，我们知道怎么处理。这叫史实，就是历史的常识，啊，可以提供做参考资料。啊，经是学问呐，是大学问。永恒不变的，那是智慧啊，应当努力去学习啊。中国读书人经史是主修课程，哲学就是诸子，诸子的学说是选修课程啊。四库里几部是文学，文学那是闲暇的时候欣赏的一部分啊，赏心悦目啊，精神享受啊，是这一部分
啊，我们多多去思考，才决定自己一生要走的道路，而这个道路能走得通，走不通，想走也是枉然。啊，要走得通，老师跟同学都是可遇不可求。李老师一生在台中教学38年，也给我们后人做个榜样，一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38年成就的人不多，这就是师生关系，可遇不可求啊！啊，一个好老师到哪去找？找不到啊！不期而遇，这叫缘分。缘分你要能抓住，啊，抓不住就失掉了。失掉以后再找不到。我跟李老师见面，老师提出3个条件，千钧一发，这个机缘啊，他条件提出来，我要是不同意的话，这缘分就马上就没有了。不许你用长时间去考虑，没有这个可能的，当机立断。啊，老师当然先观察你。啊，老人有学问，有经验，他看人多。看到你还行，看看你听不听话，不听话算了。啊，听话的时候全心全力帮助你。啊，方老师没提条件。李老师提条件啊，第一个条件，他知道我跟方老师学过，跟张家大师学过啊，这第一个条件，过去不管什么人教你的，你所学的，我统统不承认。一律作废，从今天起算开始学习。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你看书看文字，不管是世间跟出世间的，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不准看。第三个条件，你听经，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的。除我之外，任何出家在家人讲经不准听。啊，你肯不肯接受？肯接受，我收你做学生，你跟我学。你不能接受，你另请高明。你看看，这是要当机决断。哪有长时间考试？叫你思考啊，顶多5分钟。啊，李老师，
参云法师替我介绍的，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这两个人都是我很尊敬的人，佩服的人。啊，朱老跟李老师是老朋友，他们好像是同年，那个时候70岁，啊，我26岁。祖父辈的人啊，我大概想聊5分钟的样子吧，我就答应了。啊，这个是李老师收作学生的。那么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晓得不是李老师专有，二是自古以来世世代代师承所要求的啊，因为我把我这个事情讲给延培法师听，延培法师告诉我，他小时候地贤法师对他也是这三个要求啊，他小孩啊，虽然接受了，在地老和尚坐下大概就1年多吧，啊，他就开小差溜了，不告而别，啊，逃出去了，去亲近太虚法师。太虚法师在厦门办了一个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啊，提倡用新的教学方法啊，像一般大学一样排课，用这个方法啊，星云法师的东方佛教学院就用这个蔡师的方法，跟一般学校一样啊，他到那里去了啊，我才知道啊，地老和尚对他也是这三个条件，才晓得这不是李老师的专利啊，这是中国儒释道三家啊，摄受学生三个基本条件啊，你不服，不服就算了，不要白费心力了。真正肯接受，那就得真干。他真教啊，这真有经验的，有见识，会看人。啊，没把人看错。我在台中10年，啊，影响我一生。啊，前一个影响是老师，后面影响就是这些年来帮助我在海外弘法的这些同学啊，现在我也老了，学生也老了，学生都退休了，学生都超过60岁了啊，所以我这些学生底下一代没有他们父母那么热情啊，对待老师，对待同学，对待朋友，没有从前那种热情热心了。社会变了啊，到哪里去找到这热心人士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缘分，这是让我们读历史要一定要留意到。啊，时代不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时代的变迁都不一样。啊，你对于这些历史时代背景不知道，你读他们东西，你就会把意思错会了。啊，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们梦寐以希求的，国家要出一个明君才好啊，出一个圣王才好啊，才有救啊，否则的话没救了。明君圣王具备什么条件呢？自己带头，说到做到，真的，人民服你。说到做不到，不是别人，自己做不到，叫骗人呐！啊，骗的次数多了，人家就不相信你了，信心失掉。啊，明君圣王，每一句话他自己都做到，都老实。天下人没有一个不服的。啊，人民听话，国家就能大治；人民不听话，国家就动乱。中国从满清晚年慈禧太后执政之后，啊，慈禧对于佛法、对于圣贤教育不尊重。再我们想想，他大概读书不多。啊，掌权之后，奉承的人多了。迷了啊！对于祖宗的传统不尊重，对于佛法更不放在眼里啊！自称为老佛爷，把佛菩萨放在一边，他做当中啊，他最大，上心下效。啊，让我们这个族群对于祖宗之德产生怀疑，对于佛菩萨没有以前那样尊重的热忱降温了。啊，降到满清王国几乎就不能再恢复了。啊，民国这一百年国家社会动乱不安，军阀割据，日本的侵略，啊，解放战争，后面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我们传统文化差不多丧失尽了，佛法也没有。啊，现在整个世界不但我们发生问题，全世界发生问题，都想找长治久安之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遇到很多人，联合国遇到一些专家学者，还有一些政府高级领导人，对于世界和平都很关心，但是都没有信心。啊，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带着严重怀疑的心态来问我。
我答复他们是肯定的。我说世界会有和平安定的一天。哪一天呢？能把四桩事情做好，这一天就来临了。这哪四桩？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外交，要非常重视。国家跟国家不要有冲突。要提倡六和亲，利和同均。不要独占，有利益，我们大家均分。大公无私，政党与政党，放弃竞争，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是为社会、为人民造福为目的。看哪个政党替人民造的福多，人民就选哪一个。这个好啊。不要竞争的，竞争要拼命竞争造福，对老百姓有利益的事情多做，一干政。那老百姓，像毛主席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自然会选你。到时候不要去拉票，不要自赞毁他。句句都说老实话，我相信人民喜欢老实人。说话不算数的人，人民会看出来，这人便选他。第三个族群，第四个宗教，能把这四桩事情都能走向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说世界就和平了。有人听到，也有感动啊，但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呀。我明白。我说的一点都不错，做不到啊，谁肯听话去做到？那个个听话，不天下就太平了吗？没人听你的。我们这个话说出去，他没有说我是疯子，说头脑有问题就不错了。他怎么敢相信呢？怎么敢承认？说的没错，怎么做法？这真是问题。我们想到了。我们也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做的实验？1999年，我住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起来，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新加坡政府换血。总统王定昌有一天早餐，邀请9个宗教的代表吃早餐。王定昌总统就说，他说你们宗教好像是联谊会吧，他有个组织50年了，有名无实，只是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宗教领导人大家在一起吃一餐饭，一年一次，其他活动都没有。从外头来了个净空法师，这么短的时间把你们团结起来了，你们要跟好好跟他学习。这是
他们参加早餐回来的时候告诉我的。啊，宗教跟宗教之间要常常往来，要密切的交流，要互相学习。啊，政府好欢喜啊！宗教帮助社会团结，帮助社会化解冲突，带动社会和谐。啊，所以我们做出来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说话就有信心了。啊，所以我就告诉这四桩事从哪里下手啊？从团结宗教下手。啊，实在讲，这不是我的智慧，不是我读到的，我没这个能力。中国老祖宗早就做到了。啊，你读中国历史，汉明帝把佛教请到中国来，干什么？啊，最明显的、显著的是元、明、清三代，用元代蒙古也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他懂得用宗教。啊，封啊，边疆这宗教领袖为国师，元朝人干的。啊，内蒙张家大师，外蒙哲布真丹巴，前藏达赖，后藏班禅，这四个人封为国师。你看，打开中国地图，差不多占三分之二地方，天下太平，没事。啊，特别是张家大师。常住北京，皇上的顾问呢？啊，张家大师在北京有道场，有办事处，啊，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提倡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达到互助合作。啊，特别强调，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如果不从经典上着手，这个团结是不坚固的，没有理论的基础。啊，那是感情。感情不会很长，一定要有理论做基础。理论是每一个宗教的经典，你看看经典里面很多相同的地方，不同地方很少。啊，我们求同存异。啊，不相同的就不谈它，不提它。相同地方的时候。我们大家共同勉励，要好好去做。啊，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尊敬老师，所有宗教都相同，都讲到这。啊，所有宗教都讲到爱，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真主仁慈。佛陀慈悲，啊，所以用一个爱字就能团结宗教。啊，没有爱不是宗教，没有慈悲不是佛法。啊，那么爱我们晓得，的的确确是。
一切众生自性的核心，中心点。啊，中国老祖宗真有智慧。啊，他发现这桩事情。啊，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爱保持，让每一个人一生不变，把这个爱发扬光大，造福一切众生。这就是中国教学的缘起，是这么来的。啊，那个中心点，啊，核心就是父子有亲，父母对儿女这个爱是天性的，不是谁教他的，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的，啊，天性。这个天性是中国教育的原始点。啊，所以这些先知，啊，祖宗想到如何把这个爱永远保持，不会变质。啊，那这就讲教育，用教育做手段。啊，从什么时候教起呢？从怀孕那天教起，胎教。小孩一出生，父母给他做最好的榜样，身教。啊，这小孩还不会说话，但是他已经在学了，他会看，他会听，啊，他已经在模仿。所以《弟子规》是父母做出样子来给婴孩看的。啊，父母的父母还在啊。啊，父母二三十岁啊，他的祖父母也不过五六十岁啊，说人在啊。啊，在家里把孝做出来，把悌做出来，把伦理道德，也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给小孩看。这婴孩从出生到三岁，一千天他看了一千天，根深蒂固。啊，所以古人有个谚语是三岁看八十，这个根扎下去，八十岁不会改变，无论顺境逆境不会动摇，这叫根深蒂固。啊，所以现在人会辩解是正常现象。啊，表面做得再好，名利先前马上变了。啊，这个现象正常，为什么没根呢？啊，势必这种根真正坚固的时候，在社会上才不会被财色名利诱惑，那个诱惑力量太大了。啊，古时候社会没有这么多诱惑，现在诱惑力量比从前加一百倍都不止。你要什么样的定力你才能维持得住？啊，古人十分定功的时候就行，现在一百分的定功还未必能保得住。啊，所以这个辩解是正常现象。啊，不值得奇怪的。
并且要原谅他，要同情他，怜悯他，他可怜，他业障习气太重，不要去怪他。他还要在六道里头还有不断的轮回。吃尽苦头，他才会受刑。苦头没有吃尽，他回不了头。再大的帮助，到后来辩解，要让你伤心，让你后悔，那也是错误的。没有伤心，也没有后悔。而且帮助你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在这一生当中，阿赖耶的种子虽然没有成熟，帮你提升了。从什么地方看到呢？你辩解，你学坏了，你自己心里也会受良心责备。这就是证明你比别人强。别人做坏事，没有想到他是做错的，你做坏事还会想到有良心，对不起良心。这就是进步，这就是没有白教。父母老师的付出没有白付，你孩子在六道里头要受惨痛的教训，才会真正回头啊！天堂是自己善念变现的，地狱是自己恶行变现的。不是别人见这个让你受罪，不是。你要是责怪阎罗王，责怪这些小鬼，那你是罪上加罪。知道是自作自受，罪就轻了。受的苦也减轻了。唐为无间，这就属于无间地狱的经变了。离开无间地狱，还要通过这个小地狱。小地狱虽然是六个，只要通过四个就行了，就出去了。因为他每一门只有四个，不是叫你每一个门都经历，一门就出去了。第一个堂位，第二个呢，死尸分离。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李老师是下课，他多才多艺，他的剑术不错，喜欢打抱不平，什么都不怕了，他看到地狱不在乎，可是看到这个死尸粪泥地狱，他害怕了，他这个受不了，别的我不怕，这受不了。人家掉到粪坑里去，那好过吗？而且这粪坑还是热的，不是凉的，热的，就更难受了。说此诸有情，唯求舍者，就是想找一个休息的地方。从彼出矣，从堂位出来了。渐渐由心呢，陷入其中，就陷入死尸分离。手足俱没，整个人掉下去了。
啊，又十分离类，都有诸重，名两俱差，穿皮入肉啊，断筋破骨，去髓而食。啊，这是说死是分离地狱，他就过不，这真吓人呐！啊，李老师是天不怕地不怕，看到这条地狱，寒心了，不敢动了。啊，那么从这个地狱出去。啊，是是你是分离无间，有利道见。啊，这你出去时又碰到一关，利道见，这是风刃阵，两刃为路。啊，路是什么？就是刀口向上的，这是道路。你要通过，你要从刀刃上走过去。啊，彼诸有情，唯求舍者，从彼出矣，有心至此。啊，下足之事，皮肉尽血，习切小烂，举足之事，还复如故。啊，脚一下去，就踩到这些刀刃上。啊，整个脚都烂掉了。脚一拔出来的时候，它又好了。再踩下去，又被了，你两个脚总要有一只脚踩到底下。啊，这条路你得很痛苦的痛苦。啊，次刀剑刃路无间，游刃夜林。啊，彼诸有情，唯求舍者，啊，想找一个修行的地方。从彼出矣，往去彼阴。啊，这是遇到个树下阴凉地方。才坐其下了，微风虽起，刃叶坠落，浊结其身，一切之结，即便彼地。啊，真的好不容易，好像看到有个树荫，树荫下休息一下，一阵风起，树叶垂下落下来，那树叶都是刀，都是刀刃。啊，那一片一片刀就从上天上掉下来。啊，砍接起身。这有一点像什么？凌迟处死。啊，凌迟是一刀一刀的割，他这是许多刀同时割。啊，同时下来了。啊，我们想一想这个状况，非常可怜。
啊，一切知界了，并且彼地彼时倒下来，啊，就把它看到了，有鹤、泥狗。这个音都扎啊，扎扯，意思是拉，是拽啊，拉拽什么的？拉拽你的脊椎骨，拉拽你的内脏啊，这个态是叫内脏，他就吃你啊！我们讲还有这些野兽来吃你，你要通过这个关口啊！从此任耶林无间，这个树叶了，像刀刃一样。有天是那么离念啊，这些有情就这些众生为求舍者，真是找不到一个安全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啊，这种痛苦走投无路的状况，我们冷静的细心去想一想，啊，变来去止，随顿其上，当顿之时，一切刺锋，啊，像刀剑一样的锋利的，细回向下。余下之持，一切刺锋啊，复回向上。由此因缘，贯刺其身，遍诸之界。这个树林很奇怪啊，真正是佛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你望上去，这个树叶的像利刃一样对着你，你想下去，那个刀刃呢就向上，往上去呢刀刃就向下，就是对着你啊，上下如是，我们就想到你想左想右，总而言之啊，锋利的刀刃它就向着你啊，你还不能不通过，你还没有办法回避啊。这个时候还有铁贼大鸟上鼻头上啊，或上其脖啊，这个脖就是两个肩膀啊，探诸眼睛而胆识之啊，他来找他吃你的眼睛，从贴舍那摩利林无间有广大河，浮水浮热灰水弥漫其中，这个河水不干净
河水里头带着有泥浆，这泥浆都是滚热的，都是高热度。你要通过这个地方，这个意思是说明无间地狱出来了，出来通过这个门，它有四个门，每一个门外面都有四个地狱，一层一层通过。让我们想到一切众生舍身受身为什么那么苦，他投胎入胎的时候也要经过重重难关，苦不堪言的，出胎也一样啊，入地狱还没入进去，到地狱门口受这些罪，出来的时候出来了还要受这个罪，这个等于是余报，正式受报是在地狱当中。这个苦难无法形容啊，佛菩萨也没有办法把它说清楚，身临其境的才知道啊。那么经典上讲的这些地狱，我们有没有通过呢？肯定通过。我们在六道无量劫来，在六道的轮回，哪一道都去过。也当过天王，也下过无间地狱，而且绝不止一次，这一生到人道来，忘得干干净净，还继续造业，经上给我们说明。阿罗汉有宿命通，他知道过去式，他看到自己过去在地狱受苦那种情形，想起来心有余悸。我们一般讲啊，浑身冒冷汗的，他不是的。身全身出血汗，你看吓得这个样子，这不是形容我们要把它当作形容来看呢，我们的认知不够，是事实真相啊！为地狱苦，才发菩提心的。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要脱离十法界？六道苦，四生法界不苦，那也不是真的，也不是久居之处啊。真正久居之处是什么地方呢？净土里面所说的常寂光。一
切诸佛刹土都有常寂光，入常寂光就叫圆满无上菩提啊，究竟佛果。佛帮助众生，帮助你回到常寂光，他的愿就满了。啊，度众生的工作叫究竟圆满，没有帮助你到常寂光，他的工作还没做完，还要继续做。经不能不读，不能一天不读。为什么？他天天提醒我，时时刻刻提醒我。激发我们勇猛精进，不敢懈怠呀！啊，自己成就了，才有智慧，才有方法帮助别人成就。啊，不走古人的道路，古人经验丰富，自己要创新一条道路，太难了。古往来今，聪明人很多，为什么那些真正成就的人都尊奉祖先教给你的一条正道啊，佛门成为正法，世人成为正道伦理道德因果正教、正说、正道、正行，啊，大乘教你应接得定，应定开慧，这是正道啊！今天佛法吹灭了。中国道统也走到存亡的边缘，能拯救的你就知道这功德多大。啊，知道而不能发心拯救的，这过失有多大。我们都要常常想到啊，我们没有中间路子好走啊。啊，只有在这个两条路口慎重选择，我们走何路还是走死路？啊，走何路？真诚、恭敬、真心，
循着老祖宗的路，丝毫不怀疑，丝毫不改变，你一直走下去就对了。啊，还有一点怀疑，还没有完全诚信，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桩事情。啊，烈和正这个地有广大火，伏热会水，弥漫其中。啊，彼诸有情，寻求舍者，从彼出矣，来追其中。又如一斗，直至大火，这个大火是大锅，燃猛之火而坚筑之，随他腾涌啊！周宣回啊，这就像锅里面煮豆一样。来形容佛于河的两岸有诸狱卒啊，这就是无常大鬼啊，有这些，他们手上拿着杖啊，杖现在讲的是武器，刀杖，索是绳索，还有大王行列而出啊，这些鬼呀，一行一行的站在那个地方啊，遮蔽有情不念得出啊，这是障碍，不让你出去，因为真的出去，真的出去了，这是无间地狱门外四个四尊地狱啊，这是最后一个，这出去就离开地狱了啊，要通过他的障碍，或以绢束，绢束绳子，他来套你，或以网路，网捞你，好像你掉水里去了，他用网把你捞起来，啊，捞起来，绳子套住你，又把你放在热铁地上，啊，两臂有情而问之也，汝等今者如何所需？啊，这些鬼友问这些受罪的人，你们现在想要什么？啊，这些受罪的人答的说，我等今者竟无觉知，啊，没有觉知了，然为种种啊饥苦所逼，那换句话说，他想吃东西，想喝水，想吃一点东西啊，逼食欲足，借以贴钱，咸口裂开，把贴钱，把他的口打开，便以极热烧燃铁碗，至其口中，欲入浅熟。啊，你想吃热铁碗？
你想喝水，羊同之。啊，铜融化了，高温之下融化了，变成液体。你要喝，把羊同之喂你。你要吃热铁丸。那这些东西一吃进去，整个内脏都烧焦了。啊，咽口裂开啊，便以极热燃烧的铁网至其口中。若鼻大炎，你看我今微微咳苦所鼻。啊，我咳想喝水。二十余足，皆以羊铜以灌其口。有时应曰：“常时受苦啊！”啊，无间地狱没有细说，说无间地狱外面的附增的这个地狱。你看他通过进来的时候要通过，出去的时候通过，这就四个关口啊，四种受行之处。佛经上所说的比道教玉历宝钞更清楚，更详细。啊，江易思老师画的《地狱病相图》，是以道家的玉历宝钞。啊，那个时候我们在佛经里头没有看到的材料。因为画这张图，画完之后，我想到佛一定说过这个事情。找了三个同学查他三经，啊，花了大概三个星期，三个人查经，啊，查出佛在经典里面讲有关地狱的这一些经文，把它抄下来，啊，合成一个本子，就专讲地狱25种经论。啊，我们定一个题目：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我们也印了不少流通。希望将来有缘，后人再画地狱变相图，依照佛经画一幅。啊，佛经里面因跟果都说的详细。啊，玉历宝钞里头，果报讲的很详细，因说的不多。啊，造什么样的罪业，受什么样的果报，是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么这个地方只有名称啊，我们把它念一遍：附增四语，名为唐未增，
施分尊、丰润尊、烈和尊，或为十六处。称为十六有增地狱啊，八大地狱合计共有128处，一名禁边地狱啊，这禁边地狱就是有增地狱啊，每一大地狱有四门，每一门有附增地狱。啊，所以合起来就是十六有增。啊，那么只要通过四个有增，他就出去了，从一门，啊，一门就能出去。第三呢，孤独地狱，啊，在山间。山谷里头，旷野，树下，空中，其类无数啊，受苦无量，地狱苦果，其最重处，一日之中啊，84000生死，经无量，经劫无量，这一句很重要。不是一次生死，一天84000次的生死，能信吗？能。为什么？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生灭现象。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啊，1600兆啊，84000，太少了。啊，人体细胞的生命大概是一个星期七天啊，所以细胞新陈代谢，天天有细胞死亡，天天有细胞新生啊，前面这个细胞死亡了，后头新生的带起来。为什么人会老化？为什么人会生病？那就是新陈代谢的时候，他有老的观念。你看，过年了，啊，我们又长一岁了，长一岁了，我们又老一年了。啊，今年生的这个新生的细胞比去年那个死亡的细胞要来的衰老，所以你老的念头嘛，我老了啊。小孩的细胞为什么看不出这个老化的现象？他没想到老，他没想到他长大，没这些念头啊，所以他那个生灭现象啊，非常接近，非常相似，你看不出来啊。老年是最明显，为什么？天天想到我老了没用了，现在社会上人都不要我了啊，越想越可怜，
尤其现在社会，儿女不知道养老，社会对老人不尊重，所以老人特别可怜。老人一生的付出，到晚年什么回报？我想到寒心啊，所以多少老人自杀了。那为什么呢？生不如死。这种思想错误。生不如死，死了还是解决不了。死了可能比生更痛苦。后悔莫及。这是世间有一些通灵的人，他们知道。在外国，从催眠术里头得到很多信息，那不是假的。一个人在催眠当中，回到过去，把过去一生，他回忆过去，从死到生，再回去，从死到生，能够回去十几世。直到现前认识这些人，过去生中就有某种关系。一般正常状况之下，这个催眠说得很真实。那有大冤大恩。催眠就说不出来。一般普通的，没有大仇大恨，也没有大恩。这些，他很顺利，说得很清楚。幕后这一句，说出他们的因。夫弘济云，作上品忤逆十恶者，感之。念老说，最极恶逆者，我遭到极处了，有没有？有。古时候有，人少；现在有，人很多。所以心狠手辣，他真敢下手。这种人往往丧失了人性。没有丝毫慈悲心，杀害众生呢，无所不用其极，杀害手段的残酷，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那么将来果报之惨烈，也不可思议。总之，一因一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佛经常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
果报现前呢，众生害怕，害怕也不能避免，你一定要受。啊，菩萨为因，菩萨晓得因果报应是真的，所以不敢造恶业。啊，他不造因，他就不受这果报。啊，古时候中国社会安定，前些年，中国天主教富铁山大主教在的时候，我们是好朋友，我到北京一定要碰头。啊，我们很谈得来。啊，我是中国过去社会长治久安，有三个建筑起很大的作用。啊，我说的他都点头都同意。第一个祠堂，啊，每一家祠堂是孝道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孝顺父母，孝顺祖先，做坏事祖宗丢人啊，怎么养出这么个后代啊，谁都不肯原谅你。啊，不敢起个恶念了，怕对不起祖宗啊！这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他不怕法律，他怕祖宗啊！不敢在祖宗脸上抹黑啊！一个人一生最大的事情呢，荣宗耀祖，做好事，行善积德，大家赞叹。哎呀，某家的祖宗人出这么好的后代，祖宗有光啊！啊，祠堂叫孝，现在没有了，孝没有了。孝是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啊，中国古人不是以人为本呢，以孝为本。那第二个建筑，孔庙。孔庙代表什么？伦理道德教育。啊，它是私道。你看，祠堂是孝道，孔庙是私道，尊师重道。啊，人怎么学好的？父母教的，老师教的。啊，父母跟老师合作，把这个人的根基奠定了，打好了，啊，这个人才能有辉煌的事业。第三个城隍庙，城隍庙叫因果，叫报应。啊，人到城隍庙去走一趟，不敢去问你。怕报应啊，所以我也送了一张二分之一的地狱边疆图送给富铁山父老，展开了一看，我跟他讲，从前一个城隍庙它产生的效果可以抵个一万个警察，他把桌子一拍，不止啊，十万呢、啊！十万警察不能维持的社会治安，一个城隍庙可以维系。
这个地方人不敢做坏事，起这么大的作用啊！啊，现在人说他是迷信，说那是封建时代，那些皇帝愚民政策骗人的，啊，通通拔刀，不要了，不要现在社会的人，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没有顾忌了，什么坏事都敢干，杀父亲杀母亲他都干出来了啊！到社会乱了，这出了问题，这怎么办？那再把城隍庙建又不好意思啊！我们先批评了他，批判他，现在再把他拉出来不好意思，必须要再乱几十年，乱到实在没办法了，后人会把这个东西请回来，也就是吃尽苦头，走投无路，老祖宗都有用处，你不把他请出来，社会永远不会安稳啊，这个安宁和平是永远不会出现的啊！你说老祖宗怎么样不行？他这三样能管事啊，真正能带给社会安宁和平啊，真正能叫老百姓的时候不敢起恶念啊，佛法圆满的教育，面面都顾到。啊，佛教不要了，基督教兴旺起来了。啊，基督教的这个信徒，啊，我听说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10年20年之后，如果有10亿人信基督教，中国就被外国人统治了。到那个时候想回头来不及了，为什么呢？他的人比你多，你决定控制他不了啊。佛教是非常温和，处处忍让，佛教可以退守一边，到别的星球上再去复兴，这个地球放弃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地球让人不要了啊，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啊。佛的这个教区3000大千世界，黄念老居士告诉我，10万亿个银河系，这一个银河系放弃没关系，还有啊，值得我们思考啊！啊，认真去思考，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法啊！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地狱这一条。